問題不是不是做開荒牛那麼簡單，是你做這隻開荒牛呢，你看不看到 future 才是，所以就是摸你手十年二十年嘛，你守十年廿年之後，佢會發，佢係不過都係居屋，咁我會諗下方唔方便，佢有條路慢慢唔識翻。啊，同埋啲人話嗰度啲樓，張輝住呢度。我話嗰個嗰度粉嶺嗰個啲值大，即係啲人話雲頂都話天水圍嗰時係啲人引啲人入去做開荒樓就起大屋啊嘛，即係人少少都俾間三房兩廳兩套廁俾你。引你入去做開荒樓嘛，咁我而家嗰個嗰度粉嶺嗰啲人話啲單位又唔大，咁我做乜事入去，即係做乜事要做開荒樓？但係又咁講喎，我嗰次我去睇咧，我哋都互相話洪水橋，洪水橋。但係我嗰次同啲人講咧，我話洪水橋買三房咧租唔出，我而家又諗緊可能。左右調轉左。